完败 split，进屋小玄关，地面质量很不错。左手边第一个房间，有门有窗户，房间内有衣橱。旁边第二个房间有门有窗户，面积不错。厨房厨房有冰箱、灶台、烤箱。厨房里面有一个额外的空间，空间面积蛮不错，可以做一个大的储藏室，也可以做一个小的饭厅。玄关处有一个大的储物间。洗手间。